哇，好精彩呀、啊！刚刚呢，老师从外太空回来了。那小朋友，老师要问你们，如果要升上外太空，我们必须要请做什么呢？啊、答案就是火箭。嗨，小朋友，我是迪哲史西利亚。今天老师要和你们做的活动就是火箭升空，咻咻咻！首先，我们要准备的材料就是一张正方形的纸张，以及吸管。接着，老师会教你们如何将一张正方形的纸张折出立体的火箭。我们要角对角对折，折成三角形。折好后，将它打开，在另外一边一样角对角对折。接着一样将它打开，之后呢，我们再对折。形成长方形，之后将它打开，然后我们左边的三角形向内折，接着我们再换另外一个方向，一样向内折。两边向内折后，就会形成三角形。接着左边跟右边都往中间折。那我们先从左边开始，向中间折，再换右边，往中间折。折好后，我们又再往中间折，接着我们翻开后面，一样往中间折。那我们先从左边开始，往中间折，一样我们再往中间折，左右两边一样再往中间折。接着尾端的左边和右边都往外折，那我们再翻开后面，一样左边和右边都往外折，注意一定要和后边对齐，左边和右边都要对齐。接着我们在底部用手指将它打开，那我们的火箭就形成了。哒哒，我们的立体火箭完成啦！接着我们拿出吸管，然后将火箭泡在吸管上，然后大力的吹，那我们的火箭就会升空啦。那小朋友，通过这个活动可以锻炼你们的手眼协调以及肺活量。
那我们的课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一堂课再见。我是 DJ Cecilia， 拜拜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哦。